回家为什么是 go home 而不是 go to home 呢？记住一条规则，以后考试多拿十分。 go 后接副词， go to 接名词。去北京，北京是名词，所以用 go to， go to Beijing。 去公园，公园也是名词，也用 go to， go to the park。 去那里，那里是一个副词，所以用 go， go there。 去国外，国外也是副词，也用 go， go abroad。 home 很特殊， home 如果没有修饰词，那么就是一个副词，所以回家是 go home。 home 如果有修饰词，就是一个名词，比如说他的家， his home， 所以要用 go to， go to his home。 那有哪些是常见的副词呢？记住这个口诀，这儿不能吐，那儿不能吐，楼上楼下不能吐，里里外外不能吐，外国不能吐，四处不能吐，家里不能吐，学校可以吐。点我头像来我直播间一起学习吧。